10%，建成即基站，近100又5万，城位全球首个基于独立中央模式、规模建设95个国家、固定宽带由百兆迈向千兆跨越升级。光纤用户占比由2021年的不到10%，提升至2021年的94.3%。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喽。好，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会还原变成了水哦。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，也没有任何的污染。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，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。小朋友、baby、儿童、孕妇完全都可以用。欢迎大家上快点购。